你来调味好不好？嗯，然后试试看看。我吃到一把盐。原来露营就是要这样自己带一桶一桶那样的水。你有露过营吗？我没有，第一次啊。我有两次的经验，但我后来跟修聊的时候，修说我们那个不算露营，我们是人家搭好的。对啊。然后我有一次去睡那个露营车啊，然后睡到隔天起来，因为我一进去那个房间，我就觉得那个地歪歪的，我就跟我老婆讲说，我说这个斜斜的不好睡。她说你太娇嫩了，结果我睡起来我腰闪到。真的？那你太娇嫩了。太娇嫩。我太小嘛。这应该很快就熟了，因为它有个高度。你是要炒空心菜的？空心菜牛肉。哦，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道是。这高丽菜不用全部加吧？不用不用，等金针菇啊，金针菇丢下去就可以了。我很喜欢煮菜，但是我很懒得收拾跟备料、切呀、那些位置。我们今天洗碗工已经找到了。是我吗？我还会擦桌子。哦，还会翻锅。可以，翻锅还行。你来调味好不好？我不太会调味。炒菜梗天下，哇，太多了啦！不会啦，哇，好香哎！又有那个蒜头的味道。这个应该不用加到太多了。对啊，就加一半就好。这个很滚哎，很滚可以了，我觉得那个可以。拿下来吗？哎，它可以拿下来，可以烤猪排。拿抹布。说它要加什么？盐。盐啊，酱油，胡椒要，胡椒最后再撒，要起锅之前再撒，好，不要太咸。来胡椒，撒一撒，我飞出去。对啊，你又撒进去吗？因为还靠一阵风。来，好 ，OK。酱油要来一点，一点点啊。酱对，酱油应该就是一点点勾的味道就好。对，没有沙茶酱。没关系，我们吃清淡一点。啊！忘记试吃，完蛋了！谁要试吃？哎、欸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哎呀，有咸啊，哦，没有到很咸，嗯，真的有点不咸。这是回炒。对，回炒不够咸啊，真的不够咸。你为什么可以一直变出东西来？我从我的行李箱拿的。那什么？手冲咖啡。哇，还有咖啡耶！那我们还要煮热水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啊放好，久等了，应该可以。好热哦！你跑去山下买衣服要？对啊，他去跟那个老板借衣服。这样应该够，然后试试看看。我吃到一把盐。然后桌子赞。我吃到一把盐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